各位小红书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七鹤大人。由小红书和巴桑男士联合企划的摩登先生寻找宝藏男孩的活动已经开始了。听说这里有很多充满魅力的小哥哥参与活动，他们拥有独到的生活态度和质感满满的生活主张，大千世界摩登你我。各位亲爱的小红鼠们，赶快到他们的直播间和参赛笔记中积极互动，并在榜单中为他们投票助力吧。如果你也对生活有独到的见解和主张，如果你也渴望与大家分享你的摩登故事，一定不要忘记报名参赛哦。听说本次选出的 TOP 选手会受邀参与巴桑男士杂志大片拍摄专访，收到小红书未来品牌大赏的邀请函，并且还会有小红书巴桑男士新媒体报道和百万笔记曝光等奖励。这次活动我也参加了，希望大家多多 pick 我，为我投票哦。5月19日至6月2日，